嚟到今个星期嘅呢一集嘅香港奇案。嗱，唔知各位老友记有冇好似啊老岳咁样啊，曾经做过呢一个嘅中港商人，咁啊穿梭呢一个嘅香港啊，同埋呢一个嘅华南嘅唔同嘅一啲嘅地区。咁啊喺啊呢一个嘅千禧年嗰个时代咧，我哋就叫做华南啊，啊或者系珠江三角洲啊，啊而家就叫做呢一个嘅大湾区啦，系嘛？咁啊，當時我哋如果要做呢一個嘅中港貿易咧，咁啊，其實咧都好擔心一個個問題，就係、是、搭車啊，同埋啊，即係每唔同嘅城市啊，又或者去唔同嘅地區裏邊去睇廠啊，嚇，又或者係傾生意啊，咁嘅時候咧，咁啊，有時你唔係好方便搭火車噶嘛，咁啊有啲啊，即係唔同嘅一啲嘅細嘅城市或者嘅細嘅鎮仔啊，或者一啲嘅偏遠嘅地方嘅時候咧，咁啊通常咧就我哋就要打的，係嘛？咁啊，又或者我哋叫做呢一個嘅大陸叫呢個出租車。咁啊，老安做呢一個嘅中港商人嘅一個時候咧，其實我哋咧都御用咗嚇一個嘅啊專業嘅呢一個嘅司機，就做呢一個嘅包月仔。咁啊，通常嘅時候咧，我哋就經過呢一個嘅羅湖啊，又或者喺呢一個嘅黃江啊，啊又或者呢一個嘅啊鹽田啊啲唔同嘅地方裏邊咧，就呢個出租車嘅司機咧，佢自己揸嘅私人車，咁啊就嚟接我哋，咁啊穿州過省啊咁樣嘅行法。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起碼就即係唔需要嚇啊有啲陌生嘅人啊車你嚇啊唔同嘅地方啦，又或者嚇即係你嚇去到啲啊偏遠嘅地方嘅時候冇車翻嚟嗰陣時咧，就哎呀唔知點算好啊，企咗喺度啦咁樣。咁啊點解啊？即係我哋一定要咁 make sure 自己嗰啲嘅行蹤上面嘅呢一個安全，同埋揾一啲嚇即係信得過嘅人嘅車出車入咧咁樣，都無他嘅。咁喺九十年代嘅時候啊，大家都知道啊，中國啱啱經歷呢一個嘅改革開放。咁啊，由三沙一水，係又講到唔知咩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嘅呢啲嘅城市。當時嘅呢一個嘅深圳咧，咁啊基本上咧就係好多嘅啊唔同嘅商人啊，都上去上面呢一個嘅開廠或者搞一啲嘅唔同嘅貿易。咁啊而當然就係要好多好多嘅大量嘅一啲嘅勞動人手，咁啊去啊實踐佢哋一啲嘅商業大計。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喺好多唔同嘅啊周邊嘅一啲嘅州縣啊嘅城市啊或者圈村莊啊裏邊一啲嘅人咧，都全部咧就湧入呢一個嘅深圳裏邊啦。嗱，當時嘅呢一個嘅中國咧嚇就未好似而家咁啊話叫自己做強國咁嚇啊咁賓州噶，咁啊而當時咧亦都係好多一啲嘅比較係窮嘅一啲嘅農村啊或者一啲嘅遠頂啲嘅一啲嘅啊省份嘅地方，咁啊。如果你問我啦，喂，究竟咩地方啊？啲人係最鬼窮啊，咁樣咁啊！我一講起咩江西啊、咩貴州啊嗰啲，真係正宗窮鄉僻壤啊，係嘛？即係俾你都唔想去啊！嗰啲嘅人咧，字又唔識多隻，又野蠻，教育程度水平又低，咁啊，同埋咧就未見過依一個嘅啊大千世界，咁啊喺物質嘅引誘之下，又或者啊啊～貪念起的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做埋啲啊偷雞摸狗啊、殺人越貨啊呢啲嘅情況嘅啲罪行啦。咁啊，當然男就打家劫舍嚇，女啊最緊要嘅咧就係啊抹得開啊，即係個大髀係嘛，閪張東望係嘛，閪開張望咁樣嘅依家時候裏邊咧就自然揾得到錢。咁啊，所以咧即係當時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就對上邊大陸嘅人咧都有一個嘅戒心啦。咁同埋都好擔心，因為啊聽埋好多呢啲嘅罪行咧，啊大陸人咧嚇即係為咗好雞毛蒜皮嘅呢啲嘅利益，就搞到咧就係殺人越貨，係攞人命嘅嚇，打劫就好啦，打家劫舍又啦嚇，啊搶貨啊搶錢就好啦，點解要攞人命咧咁樣？因為真係都覺得呢班人咧就係喪盡天良之餘咧，就係完全冇惻隱之心，亦都冇同理心嘅，視生命如草芥，係嘛？總之咧就有理冇理，就殺咗先算，啊搶咗錢係嘛？就即係我就疏乾疏乾快樂咁啊，話之你嚇，即係嗰啲受害人嘅無辜者嚇，俾你就嚇膊頭又好，勒死又好，劏死又好，正宗啊老惡成日擺喺個口裏邊嗰幾個字啊嚇，關人鳩事四個大字。所以我哋就特別咧，就係嚇擔心我哋出行啊、行嘅旅行啊，或者上大陸川州過省嘅一啲嘅嚇行裝啊各方面嘅嘢。咁而當然啦，喺九十年代裏邊，我哋香港人最耳熟能詳嘅就係依一個嘅深圳公路搶車劫殺案，咁亦都拍埋電影嚇，就叫做咩綠魔女奇案。咁啊，依一單嘅案件咧，我諗啊，就有翻老學咁上下大嘅朋友，又或者你係依一個嘅啊九十後啊。
啊嘅呢啲嘅哥哥仔、姐妹妹仔啊，咁你哋應該有聽過呢一個嘅深圳公路劫殺案啊，依一單死喪盡千糧啊，同埋你諗唔到嚇啊，成個嘅犯罪集團啊，都係廿零歲或者甚至無二十都未到嘅一啲嘅年輕小伙子，更有甚者嘅男男女女都有。咁啊，然後佢哋咧就係謀，就係將一啲嘅公路上面嘅一啲嘅司機嚇誘騙佢哋啊，然後咧就係將佢哋啊，好似而家嚇中國嗰啲新聞咁樣啊，控制咗之後咧，然後就將佢哋咧就謀財害命，然後將佢哋嘅車咧就係就賣咗去，咁啊換取一啲嘅現金啊咁樣。哇！點解嚇？即係佢哋會諗啲咁嘅殺人勾當咧？咁樣咁其實無他嘅。咁啊，當時中國就即係哇，經濟火起嚟啦，好多嘅熱錢就湧入去依一個嘅深圳。咁啊，好多嘅一啲嘅工廠就嚇喺唔同嘅地區都嚇林立。咁啊，而當時依啲嘅嚇窮人啊，或者係窮鄉僻壤嘅一啲嘅啊大陸人咧，就湧入個城市裏邊咧就去打工。咁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啦，佢哋嗰啲嘅薪水嚇，即係一個月都係百零二百蚊啊，好微薄，就係做餐死。但係深圳嘅周邊咧就越嚟越多一啲嘅娛樂場所啊、酒店啊、色情場所啊、卡拉 OK 啊、名貴酒家啊，哇！即係條街裏邊又有依啲嘅卜卜車啊、進口車啊，如此類推。咁你就自己諗啊，哇！我賺百零二百蚊咁啊，依啲嘅薪水做餐死都唔知幾時至可以過啲咁嘅奢華生活嘅時候，咁啊自然啊貪念就重生，就惡向膽邊生。咁係一個嘅畸形扭曲嘅一個嘅社會上邊咧，係嘛？窮得咁陰功啦！啊，即係講真，唉，最慘嘅就冇得嘆嘅啫。成世人啊，即係都係咁樣混混噩噩，賺咁嘅小錢，咁我情願風風光光過一個短暫嘅時間，哇！甚至無我做埋啲嘢傷天害理，就我都唔怕在所不惜。只要我唔好俾人拉得到，唉，嘆得幾耐就得幾耐。啊，捉得到好就你好嘢，捉唔到我就唉，我就繼續咧就係做我自己嘅依啲嘅犯罪嘅依一個嘅勾當。咁喺依種嘅社會嘅氛圍啊，中國共產黨教導啲人咧，就係扭曲曬啊佢哋嘅依一個嘅價值觀嘅依個情況之下咧，就衍生咗頭先我所講嘅依個喺九十年代嘅啊，1993年4月去到依一個嘅1996年6月啊，依一個嘅出名啊，響曬朵啊，飛升國際啊，依一個嘅深圳公路搶車劫殺案，依一個嘅慘暴啊、慘案啊，同埋一個非常之恐怖嘅依一個嘅啊罪行啦。咁啊，大家唔知仲有冇記得啊睇過依一個嘅綠魔女嘅依一套嘅電影啦？咁啊，有阿彭丹啊，即係做噶啦，咁啊。亦都有阿黃舒淇啦，咁啊黃舒淇喺呢個電影裏邊係非常之破格嘅。咁我哋細個嗰陣時就睇佢依一個嘅小小的宇宙啊，繽紛的宇宙係嘛？咁啊，殊不知佢大個咗之後就專拍三級片，咁啊先有同阿李麗珍小姐嘅依啲嘅嚇啊肉搏戰係嘛？咁啊跟住咧就喺呢度綠魔女裏邊咧就做一個嘅殺人唔眨眼嘅依一個嘅年輕人。咁我仲好記得咧，即係喺一套電影裏邊咧，睇到有一啲嘅片段咧，即係佢嗰種啊心狠手辣啊、殘忍啊，然後咧就即係攞個石頭去搏死嗰啲司機嗰陣時，個兇狠嘅依一個模樣咧，哇！真係阿舒淇哥哥，不你搞成咁啊，揾食啫，有好多嘢做噶，有好多嘅戲路可以揀噶，你揀依一個嘅戲路嚟做嘅，真係相盡我哋以前啊睇你同阿盧嘉敏妹妹一齊做小時候嗰種嘅天真可愛嘅依一個嘅記憶啦，啊，即係童年嘅依。有同輩，全部俾你粉碎曬。咁啊，話説回頭啦，咁啊，即係做戲啫。咁啊，只不過即係當然，我係有依種嘅嚇負面啊，或者係驚慄幾種嘅感覺。咁啊，當然係阿黃舒淇啊做得非常之好啦，係嘛？演繹嘅角色亦都啊完全帶出嗰種啊冷血啦，啊視人命如無物啦，啊最緊要你死我就代代平安啊嗰種啊即係喪盡天良嘅大賊嘅嗰種嘅依一個模樣出嚟咧，咁啊真係啊歸功於佢。咁好啦，咁啊，大家都會啊，即係可能如果未聽過依一個嘅深圳公路搶車劫殺案嘅依一個嘅啊恐怖嘅依一個個案件，我俾翻啲 factual 啲嘅一啲嘅 points 大家嚇。咁依個案件就由1993年4月去到依一個嘅1996年6月，咁啊當中裏邊咧就喺華南嘅地區裏邊咧就發生咗21宗嘅依種嘅搶劫案。
咁而牽涉喺裏邊嘅一啲嘅犯罪集團咧，就有16人咁多。咁而喺21宗嘅搶劫案裏邊咧，就係殺咗咧係有17名嘅受害者，其中有一名啊僥倖逃出呢一個嘅新天嘅人咧，亦都係身受呢一個嘅重傷。咁而當中裏邊咧，亦都有6名嘅一個嘅女士，咁啊其他一啲嘅年輕嘅男子，咁而組成一個嘅犯罪集團嘅。咁佢哋撻咗翻嚟嘅呢啲嘅汽車咧，咁啊牽涉咗成18部嘅一啲嘅高貴嘅一啲嘅繳房車。咁而將呢啲嘅繳房車咧，如果喺當時嘅時間咧，轉換為金錢嘅咧，就係牽涉到咧就係629萬嘅人民幣咁高嘅。咁而692萬嘅人民幣係咩撚嘢嘅概念咧？咁啊，當時如果你喺大陸裏邊咧，你想喺深圳啊買一層樓俾你個二奶啊、三奶啊，啊擺佢喺定喺度咧，就等你過羅湖橋嗰陣時就翻去食糖水啊、飲湯啊，跟住而話嘅盤測盤測啊，咁啊大概20萬到係一棟呢啲嘅啊都住得人嘅一啲嘅平民嘅一啲嘅洋房。咁啊600多萬，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嗰個成30幾棟樓嚇可以買得到，咁啊嗰依一個嘅價各牽涉嘅依一個嘅金錢係真係幾咁嘅厲害嘅。咁啊後屘咁啊當然啊，即係依16個人嘅依一個嘅犯罪分子，咁啊即係喺中國嘅嚴刑峻法之下，就冇得邊幾個咧就係可以得以就逃出生天嘅啦，全部都係要正法同埋依一個嘅槍斃。咁啊其中有2個嘅年輕嘅依一個嘅女士咧，因為啊牽涉嘅罪行比較相對輕微，同埋咧就係冇乜點殺人，咁就判予依一個嘅2年嘅依一個嘅死緩嘅。咁我諗大家而家聽我講完咁多嘅一啲嘅關於件案件裏邊嘅背景嘅依一個嘅資料嚇，咁啊即係係嘛啲回憶應該都嚇陸陸續續喺你嘅依一個嘅腦海出現咗啦，係咪？咁好啦，咁啊依啲嘅案件啊，依一個嘅出發咧，其實咧就係牽涉到咧就喺依一個1994年嘅6月嘅時期，咁啊已經咧有17個嘅中國嘅公民啦，就係咧就係唔見咗人。咁而佢哋最後報稱嘅依一個嘅地區咧，就係喺依一個嘅深圳啊，即係或者我哋叫保安縣啊、保安區啊，接近深圳機場嘅一啲嘅地區啊，譬如深圳機場啊，附近一啲嘅酒店啊，咁而牽涉嘅咧，除咗一啲嘅所謂嘅出租車啦，咁亦都有公司嘅老闆嘅牽涉喺裏邊啦，咁亦都有公司老闆嘅一啲嘅司機啦，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嚇，除咗出租車師傅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嘅有錢人啊，連埋佢哋嘅依啲嘅繳房車嚇都唔見咗咁樣嘅情況。咁啊，最先唔見嘅咧就是、一個姓張嘅一個嘅出租車嘅依一個嘅師傅。咁一個姓張嘅出租車嘅師傅咧，就喺1993年咧7月5日咧就係唔見咗。咁而當時最後俾人見得到咧，就喺東莞嘅一間嘅酒店嚇嘅外邊嚇，之後就失去了他的蹤影。咁而之後咧，就係過咗一段嘅時間咧，就發覺一啲嘅偏遠嘅地方裏邊咧，佢嘅屍體啊，就俾一啲嘅途人咧就係發現咗。而死嘅時候，依個姓張嘅出租車司機咧，佢就係被發現咧，就係全身咧手手腳腳咧就係俾一啲嘅牛頭膠紙啊綁到實一實。咁而佢嘅頸部咧，就有啲咁明顯嘅依啲嘅傷痕。咁啊，更加死得恐怖嘅就係佢口鼻啊，係全部俾啲牛頭膠紙就封咗嘅。咁啊，即係換句話講，鑑山就窒息之餘咧，就係鑑山就勒死佢。咁第二個死亡嘅或者俾人揾到嘅一啲嘅司機咧，就係一個姓吳嘅嚇嘅公司嘅一個嘅司機嚇。咁一個姓吳嘅一個司機咧，咁就喺一個嘅都係嚇等我睇下先個時間啊。都是在这个的等等下啊，我时间就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写啦。咁但系一个姓吴嘅司机咧，原来咧就系一个财政局长嘅一个嘅司机嚟嘅。咁啊，財政局長嘅司機咧就送咗個局長咧就去依一個嘅機場，咁而局長咧就吩咐佢咧就嚇去接佢嘅太太嚇，咁啊但係佢太太咧就由夜晚嘅朝頭早嘅依一個嘅10點，等到晏晝依一個嘅12點嚇都唔見嚇依一個嘅姓吳嘅依一個嘅司機咧就去依一個嘅鋪頭，咁啊依一個嘅姓吳嘅司機咧就總之就一直係失蹤咗啊，咁然後到最後咧就第二日咧亦都係冇翻工，咁啊冇翻工之後咧咁啊。財政局的局長和他的太太就去報警，因為有司機拿了他的車不知道去了哪裡，這是公帑來的，就不見了。
咁啊，唔見咗之後咧，亦都係過咗一段嘅時間，一個禮拜之後咧，亦都揾咗佢一個嘅腐爛嘅一個屍體，就亦都係抌喺一啲嘅啊偏遠嘅地區嘅一啲嘅啊坑渠啊啊啊池塘側邊嘅一啲嘅地方，咁啊屍體已經開始明顯地一個發脹同埋腐爛啦。咁亦都有一個姓陳嘅一個大公司嘅一個嘅副總經理，咁啊一個大公司嘅副總經理咧，咁啊原本咧就去拎架車去洗嘅，咁啊拎完架車去洗之後咧又唔見咗人。係嘛？咁亦都五日之後咧，咁啊，亦都喺一啲嘅偏遠地方裏邊咧，就揾到佢嘅依一個嘅屍體，都揾到佢依一個屍體啦。咁啊，亦都要叫埋佢嘅太太就去啊理解一下，咪真係佢自己依一個嘅本人啦。咁啊，太太就隨啲公安就去到依一個嘅啊殮房嘅地方裏邊咧，就係認屍嘅時候咧，就認出依一個就係五日之前啊，或者唔見咗嘅一個嘅啊姓陳嘅大公司嘅依一個嘅副總經理。咁啊，佢太太就即系喊到 Felipe 啦，系咪先？依头至吓，知道佢去咗拎架车去洗，咁啊嗰头又唔见咗，啊冇搞错啊！啲咁嘅依一个嘅情况啊，咁啊即系梨花大雨。咁啊，陆续续续咧喺依一个嘅1993年去到依一个嘅1994年嘅依个时候咧，都有好多吓唔同嘅司机咧就相继咧就唔见咗，而相继唔见咗嘅依个时候咧吓，咁啊开始啲公安就觉得好奇怪啦。哇！點解咁多人唔見咗㗎？咁啊，有啲咩嘅事咧？咁但係又苦無頭水啊！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啲咩嘅一啲嘅線索啊，又揾唔到啲咩嘅嚇資料啊，冇都冇人去報案啊！啊，即係話邊個係負責呢啲嘅嚇恐怖嘅呢啲嘅罪行？總之就係知道陸陸續續一係就有出租車司機嘅公司就話唔見咗個司機，連架車都唔見埋；一係咧就有啲嘅私人嘅公司裏邊嘅司機唔見咗，跟住有啲嘅大媽撒或者一啲老細咧啊，連人帶車咧都係失蹤。咁啊，陸陸續續咧亦都係揾到喺啲嘅偏遠地方裏邊就揾到佢哋嘅一啲嘅屍體。咁當時嘅呢啲嘅公安咧就即係。啊，即係收集嘅一個嘅範圍啦，即係正宗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就喺依一個嘅啊保安區嘅依一個嘅深圳機場附近咧，就依啲嘅失蹤嘅啊車輛或者係依啲嘅司機最後見過佢哋嘅依啲嘅地方啦。咁好啦，咁啊唯有就喺度希望等更加多嘅線索，或者佢旗下嗰啲嘅公安就希望去再揾得更加多嘅一啲嘅資料。咁就係好彩嘅話，就喺個1994年嘅依一個嘅六月嘅依個時候咧。就有人舉報啊，就同呢啲嘅公安報料，就爭啲冇咗條命。咁啊，哇！咁啊，啲公安就即刻將個受害人咧就召嚟啦。咁啊，同佢一齊去傾下偈，睇下發生緊啲咩嘅嘢。咁原來咧，呢一個嘅舉報嘅人咧就話咧，哇！我哋喺一個嘅機場嗰附近啊，成日啊都有一啲嘅見到一啲嘅年輕嘅一啲嘅女子就搭訕啊，即係叫坐順風車。咁啊，舉報嗰啲咧，通常亦都係喺附近嘅一啲嘅的士司機啊，嗰啲嘅啊出租車司機啊咁樣。咁佢哋就話咧，咁啊覺得好可疑咁啊，所以仲阿長官你哋咧就係去講講嘅。咁啊，我成日都見到佢哋咧就好有趣噶，咁啊不停咧就去問一啲人咧就去可唔可以截佢。咁有時喺公道上邊咧，我哋都有啲嘅同行咧都見到呢啲嘅靚女咧就著得好性感嘅，啊又低胸又短褲又成成，咁就想搭支順風車。咁啊有時啊，我哋亦都有啲同行，我哋都有試過。咁啊跟住咧就話翻俾我聽咧，哎呀佢上到車之後啊，即係一間就係唔知做乜鬼嘢，就坐喺我哋側邊又挨埋嚟啊！一間咧就喺後邊，如果喺後邊坐嘅就唔覺意就掹開個鼻啊！一間就眼神裏邊就望住個倒後鏡啊，引你啊，同佢傾偈啊！嚇一間咧就嚇啊唔覺意咁樣就即係烏低向前啊，即係扮俾錢啊，問你嘢啊，咁樣又安全帶又唔夠啊，露出個胸啊咁樣，跟住又問我哋啊有冇興趣同佢哋一齊提供呢啲嘅性服務啊，長官咁樣。咁你知啦，我啊即係冰清玉潔。噶嘛，啊！你真系你估啊？呢啲咁嘅温泉系嘛？呢啲咁嘅色情服务，你估唔使钱啊？吓、啊、吓，你真系讲真啊，兜嚟兜去啊，可以租成日啦，十几个钟头啊！哇，得鸡水咁嘅钱，一嘢俾你咁样吓，即系甩咗去，我哋咪就做成半个月，唔好卵制啊！咁我哋就唔制，咁又一话唔制咧，咁佢就即刻叫我哋前面落车。咁啊，前面落车之后咧，佢就即刻临咧就走去搭咗第二架嘅依一个嘅车啊，咁样。咁啊，我哋喺个行内里边都有见到有类似嘅依啲嘅情况。咁啊，阿 Sir 咁啊，即系所以特登同你哋去举报啦，即系我哋行里边成日见到啊有咁嘅情况嘅。
咁我有啲手足啊，亦都話翻俾我聽。咁佢咧通常咧就搔枝弄手啦，咁啊同你眼神接觸啦，嗲聲嗲氣啦，咁啊挑逗你啦，睇下你啊即係點會回應啦。咁啊我咧有個行家阿超啊，阿超又怕老婆，同埋老婆就唔係俾錢佢乜滯，咁佢又冇錢。譬如阿超嗰次話俾我聽，佢好恨佢啊。不過咧，阿超咧就真係心都冇掹下，咁啊即係唔敢去。咁啊亦都知道自己又哨下，又長毛咁啊，佢奇奇怪怪個樣啊，即係啲女點會咁大隻夾巴隨街跳啊？嬲佢想依一個嘅搏嘢喎，真係喺一個唔覺意啊，俾人捉依一個仙人跳就死火啦。咁啊，阿超咧嚇雖然係鳩係冇親戚，但係佢都唔去啊。咁啊～當時佢仲好記得啊，嗰條女同佢講啊，佢哋咧就嚟外省人嚟嘅，嚟依度打工，咁有時想賺下啲外快，咁啊佢哋有自己租屋住噶，好乾淨噶，嚇打打掃衞生啊，即係依一個好妥當，就唔驚污糟邋遢嘅，咁啊喺附近嘅啫，咁啊即係兜去兜去咧，咁你就可以有特別嘅依一個嘅服務啦，咁樣。咁啊，阿超佢就唔制，咁啊就所以咧就婉拒咗佢，咁啊，都系唔好啦，就小姐，我正正經經啊車你去你目的地啦。啊，殊不知佢就真係即刻落咗車，就走咗去前面嘅車裏邊，揾阿偉啊，去車佢啦。而家都未見過阿偉鋪頭啦。真係咁啲咁嘅情況。咁啊，後屘喺到1994年呢一個嘅6月6日裏邊咧。事情亦都有啲嘅突破性嘅發展啦。除咗有唔同嘅一啲嘅線報、一啲嘅舉報，或者喺依一個嘅深圳寶安區附近，啊，成日有一啲嘅性感女人嚇，即係喺依一個嘅機場啊，或者公路上面咧，就係搭散依啲嘅司機，然後希望就可以坐到佢嘅啲車，或者提供依一個嘅性服務。去到6月6日嘅依個時期，就有一個嘅受傷嘅依一個司機喺醫院裏邊咧，就係報警求助啊。咁啊～咁佢又講翻翻俾啊，當時啲差人啦、公安咧，去到醫院嗰陣時咧，就見到依個人咧，就係啊，即係哇，成身依一個嘅傷曬，咁啊，亦都咧就係頭破血流，咁啊，滿身傷痕，咁啊喺滿身傷痕嘅依一個情況之下咧，咁啊，佢就同依一個公安就係講咧，哎呀，佢死裡逃生，咁啊點樣死裡逃生咧？就因為佢當時咧，佢就咧就係又喺公路上邊咧。就接載了一個嘅女士，咁一個嘅女士咧就希望可以坐一個順風車，咁佢當日咧就即係唔知啊老婆之前咧就俾咗啲咩大補湯佢啦，咁佢一個嘅丹田咧就真係有股火，哇一睇睇條女，哇即係唔係好靚，但係啊肥肥潤潤咁樣啊有波有攞，好醜多係肉啊好過去自重，咁啊即係諗下咦唔知上到嚟啊～早兩日打麻雀，有翻三嚿幾水喺身，咦？一間或者有啲咩嘅嘢係嘛？即係如果條女嚇 offer 一啲爽嘢，我嘆下，應該都夠錢俾啊咁樣。咁啊，殊不知咧嚇，即係佢就真係俾咗依一個嘅女人咧，就上咗佢車。咁依一個女人就上咗佢車咧，行咗冇幾耐之後咧，就真係咧嗲聲嗲氣咧，就挑逗佢。啊！一間又講下啲咩嘢嘅燒啊，一間又咩雷將棍啊，一間又啲咩羽毛球啊，咁樣即係全部都係俾一啲嘅性暗示。咁即係依個嘅司機咧，咁啊即係當然唔係省油的燈啦。啊，聽到佢咁樣講就，明刀明槍啦，你咪做雞㗎？你係咪有嘢玩啊？你想點啊？有冇地方啊？幾錢啊？咁樣。咁嗰個女仔就同佢講話，唔好講咁多嘢先啦，你車我去我附近依一個個屋企。啊，到時再慢慢計啦，達令咁樣啊，肯以千拉得係嘛咁樣嘅情況。咁啊，一聽撚完嗰六個咁依一個嘅性感嘅依一個妙齡嘅女郎，嚇又咩達令啊，又咩嘅愛人啊，又咩老公啊咁樣，哇！即係嗰條嘢就硬撚到嚇波棍咁樣，哐哐聲，咁就即刻就入波就噏聲就車去佢依一個出租屋嘅依個地方裏邊。咁啊，當依個仁兄咧。就隨住嗰個嘅女士嘅指引咧，就泊好佢嘅車，咁然去一個嘅佢住嘅依一個嘅地方。但係雖然佢鳩下冇親戚，哇條嘢震曬啊，扯到哇，然之後落喺嗰一個嘅過程裏邊嚇，受住依條嘅女仔嘅依一個嘅嗲聲嗲氣係嘛，挨去側邊啊，摸下手手腳腳啊咁樣，咁啊奈何佢揸緊車啊，如果唔係就一手揸太一手揸奶啦，係咪先？咁啊忍得好緊要，咁啊即係。硬曬啦，即係爭啲滲出嚟咁滯。咁但係 ，before 佢入間屋之前，隱隱約覺得有啲好唔妥。啊，點解有啲咩唔妥咧？咁樣，佢覺得間屋裏邊咧好冷邪，嗰個陰氣好冷重，即係隱隱約約覺得依間屋啊，就係好似好唔妥當。
咁啊，直覺告訴佢咧，就話：喂，唔掂喎，真係可能係局嚟喎。依家咁嘅地方咁陰濕，側邊附近又冇乜嘢咩嘅人嚇、啊。如果喺依個情況裏邊，係嘛？佢哋裏邊匿埋咗好多人喺度，我一入去，噼噼噼噼揼我一鑊金頂嘅搶雞走我架車，我咪含得緊橡皮糖，冇咗架車都事小啊嘛。俾人哋咁樣動一嘢，我仲翻去同嗰啲嚇好友啊、老死啊去交代嘅，梗係唔掂當啦。咁突然之間佢又辦急事，咁佢哎呀，我都有啲急事，哎呀，我唔搞啦，下次先啦，誒有緣再見啦，咁樣電話都費事攞，牌都唔能抄，咁啊諗住走，咁嗰條嘅女就哎呀唔好啦，我緊火啊，你入嚟啦，你咁，睇下你咁結實嚇，你啲手臂咁粗，哎呀更落去好窄啊，我真係好想嚇同你擔擔佢，睇下有幾重稱。哎呀，你睇下你下邊個褲囊啊，成跑嘢喺度，等我同你舒服一下啦，唔緊要啦，入嚟啦，我同你開心梳乾下啦，我啊老公咁樣，即刻覺得邊有咁大隻鴿啊，隨街跳就想走，哎冇啦，哎正想咧就係啊撇甩條女就即係飛快咁樣急步啊，呢一微波微步咁啊，凌波微步走去嘅車嘅呢個時候，突然之間依間屋嘅呢一個大門噼噼卜卜出咗嚟咧。哇！就幾個馬路，咁啊好彩佢冇撚入到依間屋啫。嗱，如果佢入撚咗依間屋，俾人閂撚咗門咧，咁就難得嚟做嗰執橡皮糖啊！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啊！好彩佢半個身嘢喺屋外邊，一見撚到門打開，走咗幾個彪形男人出嚟，想夾鳩佢入間屋裏邊嗰陣時咧，唔知佢係咪一個本能嘅求生嘅依一個嘅意志啊，定係啊，即係佢自己本身嘅依一個嘅嚇之前有一個嘅 alert 啊，即刻喳喳臨咧就係去閃人啊，就去走啦。啊！即刻就係咪就閃人就去走？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就俾佢走得甩喎，係嘛？咁啊俾佢走得甩，噓噓聲咁樣咧，就即係衝翻佢嘅車裏邊咧，就然後咧就係啊喳喳臨咧，咁咧就啊開車就一個走咗。咁但係咧就經佢開門嗰陣時咧，咁幾條友衝咗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同佢一輪嘅有一個嘅暴打啊、拉扯啊、肢體嘅碰撞裏邊啊，咁啊有啲硬物啊襲擊佢嘅頭啊，咁啊已經係頭破血流，受咗一個嘅重傷，咁啊即係啤啤聲流血之餘啦，咁啊即係攞啲啊手手拍啊，啊咁啊即係依一個啊頂撚住啊，就即係屌你老味啊就啊揸車，咁啊即係爭啲暈啊炒車咁就係好彩俾佢捱到去依一個嘅醫院，咁然後就即刻就啲公安就嚟咧，就同佢依一個嘅落到依一份嘅口供啊。咁今次嘅依一個嘅口供咧就非常之有啊突破性啦。咁啊，因為點解咧？咁啊，即係除咗佢修補嘅一啲嘅舉報，同埋依一個真性嚇喺依一個嘅6月6日裏邊，有依一個嘅受傷司機講到實下實指，見撚到喺邊一個兜搭佢嘅人，咁啊，亦都講到俾佢聽佢喺邊度咧，就係 pick up 過依一個嘅女仔。咁啊，有曬啲嘅線報之下咧，咁啊，當時嘅公安咧就根據佢嘅依啲嘅描述啊，即係有一個個目標嘅依一個嘅女仔。咁而依一個嘅目標嘅女仔咧就喺依一個嘅機場嘅附近依一個嘅出門。咁佢就喺機場嘅唔同嘅地點裏邊咧，就係廣佈線眼啊，咁啊有公安辦呢啲嘅出租車司機啊，又有啊依一個嘅啊公安喺附近咧，就揸啲私家車啊兜兜啊掩掩啊咁樣嘅情況。咁啊，卒之咧，皇天不負有心人，喺一個1994年嘅6月26日啊，原來係我老婆啊結婚嗰年啊，同埋嗰個月嗰日添啊，我結婚嗰日嘅六月就係1994年嘅6月26日。咁喺一個6月26日嗰陣時咧，公安咧就見到一個目標人物就出現。咁呢個目標人物咧就係一個妙齡嘅依一個嘅少女，咁啊著咗一件嚇好撚低胸嘅黑色嘅依一個嘅上衣，咁啊打扮得塗脂抹粉，咁啊不停咧就去一啲嘅豪華嘅繳房車咧就同個司機咧就係搭訕，咁啊亦都嚇不得要領。咁啊連續有幾次咧都問嗰啲嘅司機嚇，即係打開窗門啊，好似而家啲的士司機咁樣啊，經過蘭桂坊拉開個窗門就即係訪問啦、家訪啊咁樣啊，咁啊傾唔埋啦，咁啊冇上到去，咁啊卒之咧就俾佢上咗一架嘅豐田嘅一個嘅轎跑車，咁啊跟住當時嘅大隊嘅公安大隊長就應該係依一個嘅目標人物啦，個鬼嘅依一個嘅兄弟啊，即係緊盯住依部嘅豐田 Toyota 嘅依一個嘅轎車，咁啊我哋喺公路上面咧就夾停佢。當依一架車咧就即係離開咗依一個嘅寶安國際機場之後咧，就想依一個公路嘅依個方向去嘅時候咧，咁啊當時嘅呢啲嘅公安咧就即係收到嚇依一個嘅長官嘅依一個嘅指示之後咧，就吊住依一架嘅豐田嘅車嘅依一個尾啦，咁啊去到嚇即係適當嘅時候，咁啊
一個嘅大隊長就話：，哇，夾佢！咁啊，當時咧就見到咧就響曬響號啦。咁啊，一個嘅豐田嘅一個嘅房車嘅一個司機喺度心諗：嚇，做咩事？有咁多嘅呢啲嘅公安車喺跟你噶，嚇響曬號喎，仲要夾我停啊？做咩事啊？哎呀，早知我就唔夾呢條女上嚟啦！哎呀，頭先睇到佢又低胸又成成，突出個黑色呢子吧！哎呀，真係鹹濕啊，真係瀨嘢啦！啊，死火啦！不過都唔使太大咁擔心嘅，最多都係捉鳩我嫖妓啫，係嘛？嫖妓都係一係有錢俾就走得甩，冇錢就行政拘留15天，再唔係就叫老婆嚟擔保我，最多俾老婆啊，真係制旗扎炮，應該都唔使死嘛，唔使坐監嘛，咁啊即係盤算緊，咁啊即係即刻就即係投降輸一半啊，亦都唔敢有咩反抗嘅意志，成隊公安車夾緊住佢。咁啊，公安嚟到之後咧，咁啊問嚇，即係你喺度做咩名啊？你做咩俾呢個女仔上車啊？咁跟住咧，得啦，冇你嘅事啦，你走啦。嚇，做咩事啊？嚇，而家捉雞唔捉嫖客噶？嚇，做咩事啊？公安，哎呀，你話真係咁好死啊？喂，我都未行賄你哋喎，公安，係嘛？我都冇領翻200-300元孝敬你哋各位大哥，係嘛？點解你放我走個鋪啊？哎呀，完全唔使捉我翻去行政拘留啊，又唔 cap 水，淨係捉咗只雞啊！哎呀，真係咩狗屎運啊咁樣。咁啊，戇鳩鳩咁樣，唔知發生啲咩事，咁啊，目送個公安就夾咗條兜搭佢上車嗰條女啦。咁呢一個司機咧就當然回憶翻啦。咁啊喺機場嗰個附近嘅時候，呢條女就嚟話，希望佢可以載佢一個地方啦，咁啊有佢好處啦，啊唔會即係霸坐佢嘅車，咁啊提供呢啲咁嘅性暗示，咁啊即係好明顯就兜搭做生意。咁啊點知佢鳩行，咁啊上撚咗呢一個嘅公路，就俾啲公安就夾鳩咗。咁好啦，咁啊佢又好彩啦，咁啊即系我就唔再讲佢嘅一个嘅下落啦。佢之后有冇执翻身彩，即系啱啱喺死鬼门关系嘛打个圈翻嚟，佢自己都唔知道知唔知吓。咁啊唔知道之后佢将来仲有冇继续有叫鸡咁样一个嘅嗜好，或者系喺街里边求其执条女去诊两位啊，又或者之后仲有冇背叛佢嘅老婆嘅呢啲嘅情况啦。咁啊好啦，讲翻呢一个嘅女仔，咁呢个女仔咧。帶翻去呢一個嘅公安局派出所嘅時候咧，咁啊當時啲公安咧就問佢問話啦，咁啊問你叫咩名啊？咁呢個女仔咧就坦然咧就話俾公安聽，佢姓莊，叫做蕭明，就叫做莊蕭明。嚇，個名真係做雞嘅，表人才喎，嚇可以搞到條蕭，係嘛？即係會屌你咩響曬喎，蕭明喎，好嘢喎，阿姐，邊度人士啊？貴陽人咁樣，貴州係咪咁樣？貴州貴陽咁啊，大家都知道啲五毒門嗰啲嘅屌你咩嘅集中地啦，蛇蟲鼠蟻又多，屌你老味，錢銀啊，商業活動就少，係嘛？即係喺嗰啲地方裏邊有瘴氣啊，有五毒蛟啊、藍鳳凰啊，呢啲禽鳥啊、毒蛇啊、蜈蚣、蝎子啊，哇！又有降頭啊啲咁嘅地方，屌你咪人都唔撚想去嗰度住啦。咁所以即係貴州貴陽走撚咗出嚟深圳打工咧，就好撚即係 common 嘅。咁但係當時依一個公安大隊長咧就好撚醒扒啦，睇佢咁嘅撚樣，唔撚似貴州人喎，貴州人講嘢嗰啲個口音咧，好撚好似含撚住啲炮仗咁樣喎，好撚響濃，好撚尖嘅喎。咁啊，你講幾句貴州話嚟聽下。嗱，我就咁啱得咁巧，我哋個隊裏邊有個夥計都係貴州人嚟嘅。你同佢講下先啦。咁個夥計咧就同佢用貴州話就傾喎。咁嗰條女咧就全部出曬黑人問號。啊，乜撚嘢啊？講全部答唔撚到啫。跟住嗰個嘅貴州嘅公安咧，就亦都同佢講啊，即係貴州有啲咩風土文物啊，屌有啲咩嘅識啲 trip building 啊，或者咩嘅景點啊，完全都屌你老味擘大個口得個窿，係嘛？連貴州屌你老味最撚緊要就係茅台，佢都唔撚到出嚟，屌你老味你仲講大話講到咁撚戇鳩嘅，咁啊即刻俾人哋踢爆咗佢，喂你係咪貴州人啊？你講真好喎，我掌握咗好多嘅線索喎，我知道有最近有啲嘅人咧喺個深圳機場裏邊咧。就勾引啲司機嚇，想搶車喎，係嘛？仲殺人添喎，係咪你哋做噶？係嘛？你認真啲講喎，坦白從寬喎。咁喺威逼利誘之下咧，咁依一個嘅所謂叫做莊蕭明啊嚇，咁啊依一個嘅貴州嘅依一個女仔咧，就講清楚，原來佢唔係貴州人，原來佢係江西人。咁係姓依一個姓劉，叫做劉雨香，係一個嘅江西嘅一個嘅年輕嘅一個嘅女仔，20歲松出頭。咁啊，佢亦都係喺鄉下就走出呢個深圳咧，就係去打工。咁啊，一五一十咧就係講咗佢嚟打工嘅呢一個嘅經歷。
咁啊，當然啦，呢啲咁嘅書又讀唔多，世面又未見過，係嘛？窮撚到係嘛？真係底褲都唔知有錢買嘅呢啲嘅女仔，咁嚟到依一個深圳嘅大千世界，咁啊打工啊、翻工啊，咁啊就喺宿舍啊裏邊一個嘅生活，咁啊有時咧就係放撚咗依一個嘅公寓啊出去玩啊，喺商場啊、榴蓮啊，咁樣就識咗一個年輕嘅廿零歲嘅一個嘅後生仔，就姓邱，就唔係叫邱俊，就叫邱德喜。即係同阿邱俊就冇啦楞啦嚇，咁而邱德喜咧，咁啊可能咧就有阿邱俊以前年輕嗰陣時未變肥咁樣，咁啊即係靚靚仔仔啊，咁啊姑爺仔咁啊依一個嘅樣貌，咁啊好容易咧就得到啲女性嘅依一個嘅歡愉。咁啊，除咗得到依一個嘅劉如香嚇，對佢即係一睇佢好想好有依一個嘅外貌裏邊嘅帶俾佢嘅一個嘅好感之外啦，咁依一個嘅邱德喜咧，哇識咗佢之後。影畫戲啊，買衫啊，買下手機啊，同佢飲飲食食啊，哇出手好撚闊綽。咁你有咁撚闊綽嘅一個嘅出手，唉，真係講真，即刻有出依一個無線嘅依個資訊性節目，閪張東望啦，係嘛，張開閪望點咩都有啦，係嘛，即刻抹比啦，咁啊打得火熱。因為打得火熱之後咧，依個邱德喜咧就話：，唉，唔好做啲咁嘅工啦，喺個工廠裏邊日日喺度加班。係嘛？做到你睇下你隻手指頭都粗鳩曬，跟住我吃香喝辣，係嘛？我又可以去娛樂場所，嗱，睇下我哋揸啲咁嘅靚車嚇，走嚟走去，係嘛？幾開心啊！得閒又可以屌下閪嚇，中意嗰陣時有 feel， 有 feel 我哋就話依一個嘅做愛係嘛？幾爽啊！係嘛？淨係人生裏邊就吃喝玩樂同埋屌閪，即係快活過神仙啦咁樣。咁依一個嘅劉如香就即係竟然就。信任咗佢依啲嘅甜言蜜語，咁就決定咧就跟咗依一個嘅啊邱德喜就一齊，咁啊決定兩個人咧就唔做嘢啦嚇，咁啊住喺邱德喜嘅一個嘅租咗翻嚟嘅依一個地方，咁而租住翻嚟嘅邱德喜嘅依個地方咧，如果佢入到去當日咧，只發覺唔係淨係得同阿邱德喜兩個一齊住，而裏邊咧仲有兩 pair 人嘅，咁仲有兩 pair 嘅依一個嘅情侶嘅，咁啊嚇。咁啊，呢啲嘅情侶當然啊，之後要再同大家去再講啦，嚇係啲咩嘅人嚟啦。咁而呢一個嘅邱德喜咧，之後咧亦都同佢咧就話俾佢聽，嗱，其實咧我就唔係做整行嘅。嗱，既然你同我一齊住啦，嗱，見曬我啲手足啦，我都唔介意話俾你聽。嗱，我個大佬就係姓張，叫阿強，阿強哥。咁阿強哥咧就我哋成班人裏邊咧嘅大頭大佬嚟嘅。咁阿強哥咧就帶我哋去揾食。嗱，而家我哋有條計，嗱，你都好想我哋嚇買衫啊，出入酒店啊，咖啡店啊，係嘛，飲飲食食，係嘛，又有靚車坐，嗱，你要咁樣嘅生活咧，你就真係要同我合作啦。咁我就希望你咧運用你嘅美色，就等我哋咧就可以勒索一啲嘅司機，咁啊呃咗佢咧就貪圖你嘅鹹濕啊嗰啲各方面嗰啲仆街嚟噶，啲咁嘅仆街又鹹濕又成成，無手無腳係嘛，有老婆又成成都咁鹹濕，咁啊當然啊打劫佢勒索佢就天公地道啦，鬼叫你水鹹濕咩？咁啊咁啱得咁巧，你又靚女，嗱你幫我搞掂佢，引佢哋嚟我哋指定嘅地方嚇，咁我哋咧就揼佢一個金頂，咁然後就攞佢啲錢係嘛，我哋咪有錢去過奢華生活咯咁樣。咁你唔使貪心㗎，你唔使蝕俾佢㗎，係嘛？佢真係即係摸手摸腳啊，我就真係好對付佢啦嚇，即係就唔客氣啦，真係唔使擔心啊咁樣。咁啊，嗱，你而家你聽到我哋依大計㗎啦，你唔好打退堂鼓啊，你唔好諗住走啊，你洗濕咗個頭啊，阿強哥，我企上嚟我都驚㗎，我保你唔住㗎，你真係加入我哋啦咁樣。嗱。即係唔知點解係中國共產黨嘅教育啦，定係咩嘅依個情況？依一個嘅劉如香咧，完全係唔覺得有好大問題，係嘛？即係可能係窮得太緊要。點解啲人會咁有錢，又揸波波車？我哋就做到啲手指頭都爛曬，又要俾啲管工啊、經理啊鬧餐死，嚇得個雞碎嗰200零蚊，加埋班都唔夠300蚊，係嘛？而家啲人揸架車幾萬蚊、十幾萬喺個街度睇流離浪蕩，點解佢哋咁有錢？我做成世都揾唔到依架錢啊！而家即係打劫。佢哋啫，攞啲錢俾我哋接濟下，嚇對佢哋嚟講嚇，即係冇乜特別嘅依一個嘅傷害啊。咁啊諗諗下咧，即係自己 convince 自己咧，咁啊劉如香啊就加入咗依一個嘅係邱德喜嘅依一個陣營，就決定同埋男朋友同埋另外嗰兩 pair 嘅情侶咧，就一齊咧就進行佢哋嗰啲嚇
勾搭嗰啲嘅司機啊，引佢一笪嘅地方啊，然後佢咧就只要咧就引到佢呢一個地方裏邊咧，咁佢啲男朋友咧就自然會搞掂呢啲嘅手尾啦，咁樣。咁啊，開始咧亦都咧就認識到佢呢個集團裏邊嗰個嘅首領啊，原來就唔淨止一個嘅強哥啊張初強啦，然後張初強上邊咧仲有多過一個嘅阿鼎啊。咁呢一個就正宗咧，就依一個嘅啊犯罪集團嘅依個成員。咁而依個嘅阿鼎咧，就正咗只矮先啦。依個就又係姓張，就叫做張小健。咁啊，張小健咧，咁啊佢亦都有條女啊。咁呢條女咧，亦都係幫手咧，就勾引一啲嘅司機，就叫做傅紅瓊。咁而家張小健咧，咁啊亦都咧就係嚇佢冚家都一齊去加入呢一單嘅打劫啊勒索嘅勾當，有個細佬，佢個細佬就叫張小波。咁啊，張小波就娶咗老婆，咁啊其中一對 couple 同佢一齊住嘅咧就係張小波啊。咁啊，張小波咧個太太咧就叫做依一個嘅謝秀雲。咁而家張小波亦都有個妹妹，即係依個張小健亦都有個妹啊。咁啊，三兄妹都一齊咧就參與依一個嘅勒索打劫勾當。咁佢個妹就叫張小鳳，咁啊又嫁咗一個嘅馬佬就叫陳景德。咁啊～哇！又加埋一張初強咁啊，即係有其他嗰啲嘅男人啊、女啊咁樣咧，就係做依一個咁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依一個嘅劉如香咧，咁啊亦都認識咗啦。除咗佢之外啦，嚇，仲有其他嘅幾個女仔啦，包括頭先所講嘅依一個嘅傅紅瓊啦。咁啊，依一個嘅張小波嘅太太啊謝秀雲啦。咁啊，亦都有依一個嘅張小鳳啦。咁啊，另外都有多兩個女仔嘅，依一個叫做文亞立。同埋一個叫做咧就係傅小敏嘅，咁啊幾個人咧就一齊咧就係做依個嘅負責喺一啲嘅指定嘅地點裏邊啦，譬如一啲嘅公路啦、酒店啦、機場啦、車站啦咁呢啲咁嘅地方咧，就話運用佢哋嘅美色打扮就好 Q 性感，咁啊然後咧就勾搭一啲嘅出租車司機啊或者一啲嘅繳房車司機咧，就係咧引佢哋咧就去上車，引佢哋上車之後咧就然後去一笪嘅依一個嘅地點，而去依個地點之後咧，佢哋嗰啲男伴啊就要出嚟咧，就將依一個司機咧就係捆綁啊，然後咧就係搞掂咗佢，咁然後就將依一架車咧就拎佢咧就變賣，就換咗依一個嘅金錢。咁好啦，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嚇。永遠佢就著咗一啲嘅戰衣嚇，黑色低胸裝啊，熱裙短裙熱褲，就去揾佢哋嘅呢啲嘅獵物。咁啊，而一個嘅頭先所講嘅依一個嘅劉如香咧，咁啊，雖然佢俾差人咧就係依一個嘅捉到，係公安就捉到，咁但係咧佢就話俾差人聽咧，其實佢今次咧係第三次就去食油啊呢啲嘅司機，之前咧試過幾次咧都俾人咧就趕翻落車。咁一直以嚟咧，佢都未正正經經咧，就勾引過一個嘅司機咧，就去嚇佢男朋友嚇一個嘅阿邱德喜指定依個地點裏邊。咁啊，希望今日可以開齋。咁啊，殊不知咧，就俾差依公安咧就周鳩咗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公安就即係問曬佢頭先講嗰啲嘅集團嘅成員出嚟啦。咁啊，亦都問佢哋喂，而家佢哋喺邊度地方？咁啊，喳喳林話俾我哋聽。咁啊，原來佢哋咧，租住嘅地方喺邊度？你話俾公安聽，我哋而家即刻去揾佢哋。咁啊，當時依一個嘅劉如香咧，就冇辦法啦。咁啊，即係亦都知道冇辦法可以即係避過依公安嘅呢個審問，咁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供出咗佢哋租住嘅嗰個地方嘅依一個嘅地址喺邊度。咁啊，公安就查查林咧，就係即係幾隊人咁樣噏聲，就諗住佢就將呢座嘅犯罪集團啦，懷疑佢哋同一啲近排裏邊一啲嘅名貴房車啊、出租車司機啊嘅司機唔見咗啊，跟住又可能揾到佢哋失蹤嘅屍體、保釋荒野嘅呢啲嘅案件咧，希望緝拿歸案。咁但係當公安大隊去到劉如香所講嘅呢一個嘅地點裏邊嘅呢個時候咧，發覺炮門而入之後，裏邊空空如也。唔好講話，即係什麼嘅依一個嘅張小波啊、謝秀雲啊，同埋依個張小鳳啊，同埋佢老公啊陳景德啊，加埋依一個嘅邱德喜啊，全部都唔見曬啲人喺度。咁啊，翻去當然就揼柒依一個嘅劉如香啊，喂，你係咪屌你不報留點啊？冇曬人啊！咁但係劉如香就話：唔係啊長官，可能佢見我俾你扣留咗咁耐，都冇翻屋企，佢就擔心咧，可能咪陽咗啊！黃咗爆咗煲，咁啊即係知道咧就出咗事，佢可能立嘢走曬都未定啊。不過咧，我知道佢哋大概住喺邊個地方邊條村，咁啊我可以話俾你聽嘅。咁而跟住咧，佢就提供咗
有關的人等，有些地方咧就喺住依一個嘅啊豐順縣，咁亦都有啲嘅同黨咧就住依個廣州嘅依一個沙河。咁啊，而警方嚇即係公安得到佢依個線報咧，就喳喳林咧就去到依一個嘅豐順縣同埋依一個嘅廣州沙河裏邊咧，就逮捕咗依一個嘅張初強同埋依一個嘅啊劉宇香條仔啊周邱德喜啦。咁啊，劉宇香條仔咁啊，同埋依個張初強咧，咁啊喺公安嘅依一個嘅嚴刑拷問之下咧，亦都跑曬料。其他嘅十幾個嘅依啲嘅同黨，大概佢喺邊個地區去打等，去匿埋。咁啊，而嚇公安得到佢哋嘅線報之下咧，就喳喳林咧，就將十六人咧就全部咧就緝拿依一個嘅歸案。咁好啦，咁啊，我一陣間同大家講講嚇，轉頭一頭就話俾大家聽，佢哋犯案嚇嘅依啲嘅手法會係點樣啊？好，翻嚟中國嘅公安咧，真係效率好厲害嘅。如果嚇、即係佢立心要捉人咧，咁啊你都好難咧就得啦。咁啊有時咧，我都聽過，即係點解佢哋咁厲害咧？即係除咗而家啊更加用高科技啊、人臉識別啊、細路電視啊、監控電視啊之外咧。以前他們就行一些小區制，那些小區制裡面就其實很多街坊保障，譬如北京裡面的朝陽區大媽，大家都、領教過的有多堅的，哪些明星在哪個地方住，帶什麼人去玩，有時看到他們就是嗨了樣，亦都可能懷疑他們、在家裡面吸毒，公安都可以收到風、捉過他們有幾些不同的明星、懷疑他們吸毒，成龍大哥的兒子都賴過東西，即係爆緊咗出嚟啦！咁其實知道咧，其實喺中國裏邊咧就好難 keep 到依一個嘅秘密嘅。咁啊，亦都廣布善眼，係嘛？唔同嘅區域裏邊咧就有好多啲嘅掩仔啊、監控啊，就會對啲刑偵大隊長咧就去報料。咁所以即係你喺外邊嚇唔見咗人，突然之間又翻嚟，咁啊即係翻自己屋企裏邊咧，咁啊即係知道佢哋嘅姓名啊，知道佢哋大概係邊個啊，講講啊，近排佢走咗，而家又翻翻嚟，咁呢啲嘅線報咧，就即係公安一收到就知道啦。潛逃翻佢自己老家嘅呢啲嘅人咧，就抱一頭啦，咁啊即係帶隊去屋企裏邊捉人咧，就順理成章去依何去，咁又搞掂當。咁所以你即係如果你諗住啊，即係翻去大陸裏邊咧，三面人嘅啊，你又死火嚇、即係邊個入去啲咩地方住，邊有啲咩三面未見過嘅，又報料係嘛？在自己屋企地頭嘅，好日冇翻去，突然之間著早潛逃翻屋企，咁啊兩嘢又俾人哋踢爆啦！啊，邊個好耐都唔翻嚟啊，而家又蒲頭啊，咁啊又俾人知道，咁啊所以好容易就捉到人。咁啊依個我睇嗰啲嘅以前嘅中國裏邊嘅罪行裏邊咧，即係點解會刑偵大隊長會咁容易捉到人咧？同佢哋嘅廣報善眼啊，同埋佢哋報料啊嗰種嘅啊見而即報啊依種打法咧係。一個好成功嘅依一個嘅關鍵，咁啊見而即報依一個嘅成功關鍵，咁大家都都見到啦。而家喺香港裏邊咧，我哋嘅香港嘅公安啊，都係上咗大陸多，都學緊曬佢哋嗰套嘢，見而即報啊，踴躍去報料啊，種種有相，咁就好難咧喺香港裏邊咧就逃過呢班冚家產嘅呢啲嘅法眼啦。咁好啦，講翻依六魔女，咁啊六魔女除咗依一個嘅傅紅瓊，係依一個嘅張小健嘅條女之外啦。咁啊，其他嘅謝秀雲啊、文亞立啊、傅立敏啊、張小鳳啊，同埋依一個嘅劉如香，咁啊，佢哋就全部咧就負責咧就去捉人啦，啊，勾引啲人咧就係去佢哋一啲嘅指定嘅竇裏邊。咁啊，而依一個嘅傅紅瓊咧，原來佢都係得廿歲出頭。咁啊，最大嘅咧就依一個嘅謝秀雲，即係依一個嘅張小健個細佬。個老婆就23歲，最細嘅咧就係依一個嘅文雅娜，就得依一個嘅19歲。咁依扎嘅女子咧，都係一啲個外省嚟依一個嘅中國嘅温暖嘅南方裏面打工嘅一啲個外省嘅一啲嘅民工嘅一啲嘅女仔。咁嚟到之後，即係當然抵受唔到依一個大千世界啦，繁華嘅温暖嘅南方啦，係嘛？娛樂場所啦，嚇燈光依一個嘅五光十色啦，係嘛？哇！咁啊，即係好想過一啲嘅充裕嘅物質嘅依個生活，咁啊，但係奈何自己嘅學歷啊、揾錢嘅能力就冇辦法做得到，咁啊喺一啲嘅機緣巧合之下就聚埋一齊，就進行依啲嘅犯罪嘅依一個嘅勾當。咁而究竟依六條女裏邊即係？
有冇牽涉到參與咗去將呢啲嘅司機謀財害命嘅一啲嘅罪行咧？咁啊，其實除咗呢一個嘅劉如香係冇殺過人之外咧，其他五個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參與過一啲嘅殺人嘅呢一啲嘅勾當。咁啊嗱，呢扎嘅犯罪集團咁啊，經中康捉呢一個嘅公安去逮捕咗之後，就相信咧就瓦解咗佢哋咧就喺個公路上邊啊誘騙啲司機啊，然後就搶佢哋嘅車嘅呢一個嘅嚴重嘅呢一個嘅犯罪罪行啦。咁而佢哋亦都直認不諱咧，佢哋咧就曾經係殺咗呢一個嘅17个人。咁啊，呢啲女嚇究竟有冇殺人呢一個嘅問題咧？原來咧，即係呢一個殺人最多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張小健嚇嗰條女，就呢一個嘅傅紅瓊。咁啊，傅紅瓊咧就一共咧就參與咗16个人命嘅呢一個嘅謀財害命嘅呢一個嘅罪行裏邊。即係唔好見佢20岁出頭，係嘛？哇！竟然係心狠手辣，同埋佢條仔就一齊去殺害呢啲嘅啊，識字頭上一把刀嘅呢啲嘅司機，咁啊搶佢哋嘅車，搶佢哋呢啲嘅財物。哇！咁樣嘅一個情況之下，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估唔到啊！即係佢哋啲女人可以咁心狠手辣嘅。咁啊，即係我有時喺度諗，你啲香港嗰啲嘅麻甩佬嚇上去娶啲嘅大陸女人嚇，你自己嘅學歷又唔高，身家又唔高，走去啲嘅偏遠地方裏邊咧就嚇娶埋啲咁嘅女人翻屋企，帶落嚟嘅呢一個嘅香港。哇！如果個個都好似呢一個嘅傅紅瓊咁樣係嘛，為咗錢心狠手辣係嘛，即係要殺人越貨嘅。咁撚辣嘅，你帶撚來香港裏邊，即係你就即係你條人命就唔撚值錢，即係你害撚埋啲街坊，害撚埋其他啲香港人，行得撚橡皮糖。不過一諗起依一個嘅念頭，我就諗下香港有几百万嘅呢啲嘅嚇，即係新移民嘅呢啲嘅入口，咁啊有幾多個嘅特質啊，同呢個綠魔女嘅特質係近似咧？我一諗起一個就成個額頭真係飆依一個嘅冷汗。諗起我就心肝仔就跌跌窒，一諗起我就一個驚，我一諗起譬如嗰啲人咧來唔中啲聲啊，何生何太嗰啲嘅片段俾我睇，哇！見嗰個何太一面箭肉還生係嘛，退役雞啊，然後啊即係鬧起佢老公上嚟嗰種狠勁，真係一個唔覺意係嘛，即係癲起上嚟，即係將佢老公屌到捆綁山湯剪賓州，諗起都驚係嘛。咁啊，但係奈何帶多呢啲嘅香港戇鳩人係嘛，娶依大陸女人翻屋企咁啊，即係祝佢哋好運咯。咁好啦，咁呢一個傅紅瓊咧，就俾公安咧去問話嗰陣時咧，就問佢究竟幾時就開始咧，就參與呢啲嘅殺人越貨嘅勾當嘅事件。咁啊，當時呢一個傅紅瓊咧就講翻俾公安聽，就其實佢就好記得，就係1993年嘅7月5号。咁啊，當時咧佢同佢個仔阿張小健咧就打得情投意合啊！依一個嘅打得火熱啊！咁有一日就喺7月5号嘅時候咧，張小健咧就致電佢，就叫佢同佢一齊就搭車就去依一個嘅東莞啊，就去玩啊咁樣。咁當時咧依一個嘅傅紅瓊咧就都唔知道依一個嘅張小健咧原來係做依門嘅依一個勾當嘅嘢。咁啊，張小健就話：，啊，帶佢上去啦，我去東莞玩啦，好多卡拉 OK 噶，又飲飲食食啊。咁啊，你跟我上嚟啦，咁樣。咁佢就跟咗佢，就喺一個嘅寶安機場啊，嗰個地方佢喺東莞裏邊咧，就上咗去之後咧，就喺一個東莞嘅一個地方裏邊咧，就揾架的士司機咧，就希望車佢去一個嘅保安員。咁啊，當時咧，佢哋就喺一個嘅東莞嘅一間嘅酒店裏邊咧。就見到一個的士司機，咁而一個的士司機咧就然後咧就係同佢講，我就要落去一個嘅保安員。咁而依個的士司機當時揸一架嘅皇冠1300型嘅，咁依架車就當時就好 hit 嘅，嘅依一個車好值錢。咁啊，的士司機就見到一男一女上嘅車，咁啊 OK 啦，咁啊，然後就車佢落去一個嘅保安員嘅依一個地方。咁啊，當時佢哋就同個司機講，就要落去依一個嘅保安新安鎮，就去傾生意。咁啊，當時咧就係叫佢去新安鎮裏邊咧，就去依個嘅一個叫電子廠，就叫新業電子廠。咁去到新業電子廠嘅時咧，咁佢條仔啊張小健咧就係同阿傅紅瓊就講：嗱，你落車先，咁啊喺度等我嚇，電子廠度等我，轉頭翻嚟我睇下地皮。咁而喺電子廠裏邊咧，就有幾條友啊嚇就蒲咗頭啦，一個就叫做張小波嚇，另外就係叫依一個嘅即係另外就係依一個嘅叫做張展庭，咁另一個姓陳嘅人咧，就一齊咧就上咗佢哋嘅車。咁佢哋咧
就然後就跟住咧，就喺一個叫做夜巴黎嘅依個西餐廳裏邊咧，就係接齊曬所有嘅人啦。咁然後咧就揸去咧就係依一個嘅新城36區嘅上合村，喺個偏遠嘅依一個嘅路邊啦。咁啊，當時嘅一個的士司機啊，張某咧就係頭先我同你講第一個俾人發現啊唔見咗嘅依個的士司機。咁而當時嘅同行咧，仲好記得咧，佢喺依一個東莞嗰陣時咧，就喺個酒店裏邊咧就等緊客嘅時候咧，咁佢仲同人哋講話：哇！依地方咁鬼貴啊，揸半個月都唔知夠唔夠錢喺度住一晚啊咁樣。咁然後跟住咧，男一女就上咗去車，咁之後就見唔到依一個姓張嘅依個的士司機嘅依一個嘅蹤影啦。咁啊，好啦。當佢哋一行人等啊，放低咗一個嘅傅紅瓊，咁啊連埋一個姓陳啦，兩個姓張啊，同埋依一個嘅張小健啊，一齊咧就去到嗰個嘅新城36區上合村嘅偏遠路段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喺後座嘅乘客咧就叫依一個嘅司機就停一停車。當個司機一停車嘅時候咧，佢哋就全部合力咧就將佢咧就夾手夾腳咧就喺個司機位裏邊就拉咗佢落嚟。然後就擁咗佢依一個嘅後座裏邊，跟住佢哋隨手就將佢哋啊準備咗嗰啲嘅牛皮膠紙咧就捆綁啊手手腳腳啊，令到佢動彈不得，再攞依一個嘅牛皮膠紙咧就封咗佢依一個嘅眼啊同依一個嘅鼻。嗱，我相信當時依個姓張嘅的士司機咧，即係計程車司機咧，就冇諗過佢會冇命嘅，因為喺個打劫啊依個情況之下咧，其實都無人無知嘅當時嘅依一個嘅深圳。咁甚至無嗰啲嘅的士咧，直情有塊嗰啲嘅防盜板嚇，即係驚啲人咧就箍頸啊、勒安全帶啊，如此類推。咁但係冇諗過咧，最多咪俾佢哋攞咗架車走，咁咪劈埋一耳邊啫。咁點知當佢哋攞依個牛皮膠紙封咗隻眼啊、封咗口鼻嘅時候咧，就心知不妙啊，即係唞唔到氣。然後跟住再感覺到條頸緊一緊，原來就俾條嘅尼龍繩纏咗幾日。間山咧就將佢勒死咗，咁然後就將佢依一個嘅屍體就棄置喺個荔枝園嗰度，咁然後跟住咧就將佢嘅車咧就駛走咗啦。咁根據佢哋張小健啊，佢哋提供呢啲口供咧，原來佢就將佢嘅車咧就去翻佢嘅老家依一個嘅豐順縣裏邊咧就賣咗佢，倒賣啊，佢哋叫倒賣啊，就將架車就套現就換翻一啲嘅 cash。咁啊，自此以後咧，雖然呢一單嘅案裏邊咧，傅紅瓊係冇份參與到去殺人，咁但係原來之前咧，亦都有兩單嘅依一個嘅事件裏邊咧，就已經咧就係依一個嘅張小健咧，就已經用類似嘅方法咧，就係將個司機咧就整死咗，殺人棄屍荒野，而搶咗架車咧就去倒賣嘅。咁由於佢即係熟悉當地，佢自己屋企裏邊嗰啲嘅窿路啦、黑市啊各方面嘅嘢咧，咁就即係啲人亦都唔理佢架車嘅來源喺邊度嚇，總之就同佢換咗錢，咁佢就越袋越多錢，咁而發覺呢門生意咧就越嚟越好做。咁啊，亦都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張小健咧就係發覺啊，原來嚇即係我幾個馬都上車，嗰啲的士司機一係就唔夠載，一係就好撚謹慎，或者又唔撚去拒載。有埋條女喺度咧，啊佢哋就即係掉以輕心啲喎，咁佢就衍生咗要揾多啲嘅女人嘅呢啲嘅犯罪分子加入佢嘅呢一個嘅陣營裏邊咧，然後幫佢哋咧就進行呢一種謀財害命嘅呢一個情況。咁開始啊，張小健就係說服啊佢細佬啊張小波佢嘅弟婦啊呢一個嘅謝秀雲加入啦。亦都啊叫埋個妹啊張小鳳啊就依一個嘅加入啊，甚至無 convince 埋啊張小鳳嘅老公咧就加入佢哋依個陣營。咁啊成家人嘅總動員就係用依種啊即係出賣色相、色友司機。咁而佢哋咧就更加奔走到一個點咧，就有一個嘅髮廊啊，就叫做名流髮廊。咁啊叫阿傅紅瓊啊、謝秀雲啊，同埋依個張小鳳咧，就喺一啲嘅機場啊、酒店啊依啲唔同嘅地方裏邊咧啊。就找到他們的獵物，然後就帶去這個的名流髮廊裡面假意就提供這個性服務，而當他們帶到他們的獵物入到這個名流髮廊裡面，全部一組那些張小健一伙的一些同黨就會衝出來啵啵啵地屌你老闆揼柒他，然後就拿電線就勒死他，然後再將一些的屍體就棄置喺一啲嘅路邊嘅一啲嘅草叢裏邊。嗱，頭先我所講啊，依一個嘅財政局局長嘅依一個司機姓吳嘅依個司機咧，就係亦都係因為用依種嘅方法，就俾人呃到嘅名流髮廊裏邊咧，然後就勒死佢，就棄屍依一個嘅荒野。咁啊，
亦都喺1993年嘅11月2日嘅一個晚上咧，咁啊，佢哋亦都有另外嘅一種嘅方法嘅，咁就係一個嘅張初有叫張初強，即係頭先所講啊，一個嘅丘德喜嘅阿頭啊，嚇阿張初強咧，又亦都諗到另一個嘅方法出嚟啦，就是、假扮呢啲嘅公安，咁啊假扮一個嘅公安之後咧，就然後咧就喺一啲嘅唔同嘅地區裏邊咧，就截停一啲嘅車，咁啊。他在西鄉鎮咧，就喺11月2日裏邊喺西鄉鎮咧，就截到一個姓陳嘅一個嘅揸住一個 Lexus 嘅司機。咁呢一個陳某咧就係一個嘅公司裏邊嘅副總經理啊。咁而呢一個陳某就見突然之間有公安著曬制服咁樣截停佢，咁啊即係不如有詐啦。咁啊即係俾佢就截停咗，然後話咧就要公安要徵召佢嘅車，就有一啲嘅嘢要車佢翻呢一個嘅派出所。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喺後座裏邊咧就係、是、啊。同埋佢其他一齊上車嘅一啲嘅同黨咧，就將佢一隻勒死，咁亦都將佢一隻棄屍依一個荒野。咁啊，1994年嘅3月16日咧，張初強咧火拍依一個嘅邱敬義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叫做陳偉祥嘅依一個嘅同伴咧，坐住一架嘅扮咗係公安嘅三輪摩托車，咁然後咧就亦都截停咗一個三星牌嘅依一個嘅吉普車。咁啊，依一個嘅三星牌嘅吉普車，亦都係屬於一個嘅保安區嘅建築公司嘅司機。咁依一個司機係姓卓嘅，咁亦都用類似嘅方法啊，就呃佢就去嚇依一個嘅鎮西嘅一個派出所，然後經過一個嘅區人民醫院嘅偏遠嘅路段嘅時候咧，佢坐喺後邊嘅呢啲嘅夥伴咧，亦都係將佢嘅制服捧咗去依一個嘅車嘅依一個嘅後邊，然後咧就係捆綁佢手腳啊，亦都勒死咗佢，然後就棄屍喺一個路邊嘅一啲嘅啊水池啊裏邊啊咁樣。咁啊，如是者喺1994年嘅3月22日啊，陳偉祥啊、邱敬義啊、張初強，亦都係用呢一種啊扮公安嘅呢個方法，就殺死一個姓李嘅一個嘅司機。咁啊，今次佢哋就唔係用尼龍繩，用鋼絲索一嘢套到一粒嗰啲捉狗嗰啲咧，佢一套到就勒緊死咗佢。咁然後棄屍喺一個橋頭一個坑池裏邊嘅塘邊。咁啊，然後將佢嘅車亦都將佢倒埋，就賺咗呢一個大量嘅呢一個嘅金錢。咁好啦，咁大家都即係用呢種嘅方法，一係就識友去名流發廊裏面就然後就殺死呢啲嘅司機，一係就用扮公安嘅呢一個嘅方法，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咁啊，歷年以嚟就俾佢殺害咗有成17个人，咁而其中嘅好彩就係有一個嘅司機就即係走得甩，就將佢成件事就係踢爆咗。如果唔係咧，就好難咧就即係逃出呢一個嘅新天啦。當時我亦都有睇過一啲嘅審判嗰陣時，佢哋依班人俾口供嘅依一個嘅電視嘅呢啲嘅短片。咁你喺個俾個短片裏邊咧，你會感覺到佢哋係完全冇一絲嘅慚愧、懊悔，冇諗到佢破壞咗17个人家庭裏邊，奪去咗人哋嘅仔啊、老公啊、爸爸嘅一啲嘅性命。啊，好似行下家常，好似殺咗只狗，好似好輕描淡寫咁樣講佢呢啲罪人出嚟。我睇到呢啲嘅片段咧，我就好不寒而栗。我就覺得呢班人究竟有冇人性？知唔知佢哋殺咗好多嘅人，搶為咗要搶人哋嘅啲嘅車輛？喂，其實你唔使一定要攞人條命啦，你制服咗人攞咗架車走咪賣啦，係嘛？點解你要殺人呢？咁樣咁其實其中一個道理，除咗個教育上面啲人係唔尊重生命之外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中國裏邊嘅嚴刑峻法就係好恐怖。呢啲嘅輕微嘅犯罪嘅方法，輕則重坐到你真係頭都白塊，一係就進行呢一個嘅死刑。既然係咁嘅情況之下，或者係個懲罰太撚厲害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亦都驚俾人哋點撚咗相同埋告密，咁啊喺佢哋嘅依一種嘅諗法裏邊，你死就不如啊，即係嚇我死就不如你死，就你死先啊，唔好搞到我。總之我犯一單嘅案捉唔到，我過咗海就神仙，係嘛？死嘅就係你，立錢嘅使錢啊，過奢華生活就係我，咁我點解唔去咁樣去做？反正係嘛？如果我唔咁樣去做，喺啲咁嘅窮鄉僻壤嘅地方，竇雞碎咁嘅錢，幾百蚊都唔到揾到嘅呢一個嘅人工，係嘛？車都唔知要幾時先買到一架。既然係咁樣，不如嚇喺短暫嘅人生裏邊使撚曬啲錢佢，開開心心嚇，胡天胡地，有錢就使錢，係吃香喝辣，有女就攬女嚇，呢一個嘅晚晚行房，幾為之之一個就係一個合意盎然嘅呢一個嘅生活啊！你話係咪啊？
咁我相信佢哋嘅 mentality 咧，除咗唔尊重呢一個生命啦，亦都唔敬畏鬼神啦，冇一個道德上邊嘅規範，亦都跟呢一個中國嘅嚴刑峻法。既然捉到都係死啦，嚇、啊，反正都係啦，嚇、啊，即係要捉我唔到，我就可以逃之夭夭，就一定係殺人滅口。所以呢啲咁嘅搶車啊、搶錢嘅呢啲嘅罪行，好多嘅喺先進嘅城市裏邊都會覺得唔需要攞人條命啦、啊，點解要咁殘忍呢？我相信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令到他们这班的友仔、啊、走上这个的、啊、没得回转头，也都残害这么多人的一个的生命的一个的最严重的一个罪行。各位老友记，是吧，即是你都知道今时今日、啊、我们也都跟这个大湾区紧密联系，现在这个的中国濒临经济爆煲边缘，成日咁频繁上呢一个嘅大陆里边，当下你又有钱使，佢哋又冇钱使，你就身光颈靓，佢就穷到甩计，系嘛？咁你哋就系一啲嘅 walking target， 你哋有啲带住钱通街走嘅傻仔。咁你同佢哋走得咁接触嘅时候咧，咁你哋都可想而知咧，恶向胆边生，系嘛？当佢哋穷到吓，即系讲真，饭都冇得食，或者穷起上嚟嘅时候，暴穷难抵，佢就会打其他啲人嘅主意。咁你哋咁中意北上大灣區吃喝玩樂嘅朋友仔，你哋呢啲嘅香港人就絕對係呢一扎嘅大陸人嘅眼中裏邊嘅一啲嘅獵物。深圳呢一笪地方唔係淨係得深圳人喺度居住，仲有四方八面唔同省份，中國裏邊嘅貧富懸殊好厲害，堅尼系數嘅指數好 Q 高，有啲嘅窮鄉僻遠嘅人走到嚟呢個深圳搏機會，一心亦都諗住攞到水翻去鄉下，亦都係你未必捉得到佢。在这样的心存侥幸的心态里面，你的香港人呢打又不打得，又戇鳩，又拎着这么多钱，就绝对是他们依寨人、啊、心里面发大财的一些头号的猎物的一个目标。究竟他们还有什么新东西想到出来打香港人的主意，是吧？我们就看回这个的深圳公路抢车劫杀案、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可以心狠手辣，没有底线地去犯案抢钱，是吧？当中国的经济很不行的时候，你们又走上去给钱他们花的时候，你们就要想想究竟、啊、安不安全，又或者你面对这种没有底线的罪犯的时候，你们要想想你们输的分分钟不只是钱，还有你们宝贵的生命。都是说那句套用蒋公的名言，物通匪类，保持距离好些，你有你系统，我有我夹送，关人勾事四个大字，最好老死不相往还。Otherwise，你都不想作为大陆的一些匪徒不法分子的一些行走的一些活动目标，是不是这样说？好了，林杰美就播回他们受审的一些片段，看看罗有没有夸大，这些人完全没有悔意，完全不觉得他们做了错事，那种的恐怖的一种的感觉。拜拜。我没有怎么样，哥，你就是很简单。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95年深圳六魔女特大抢劫杀人案的真实影像，其犯罪手法之残忍，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1993年4月至1994年6月间，深圳市接连发生十多起车辆神秘失踪，司机惨遭杀害，抛尸于荒野的命案。从作案的先后顺序来看，歹徒一开始是对出租车下手，后来以豪车为目标。但他们每次作案都不留活口，车也不知去向，警方深陷其中却始终毫无头绪。直到本案唯一幸存者谢晨光向警方报案，以张小健、张小坡兄弟为首的16人犯罪团伙才逐渐浮出了水面。那时候很害怕，还用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来。当事人那些人说没事没事，这样就把这件事好像忘记了。忘记了，你分了钱之后又想再看了。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除了假冒警察和乘客之外，另一大特点就是利用色相引诱。1993年7月5日，张小健第三次作案时发现女性拦车比较容易，且司机不会防备，因而萌生了色诱杀人的念头。所谓的六魔女就是这样被拉进来的，而他们都是张小健兄弟的亲朋和挚爱。到底是怎么样去勾引那些司机的？我没有怎么样勾引，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上车的时候，就是，他问我们做什么的嘛，一般司机都会问我们做什么的啦，我们就说坐九楼的咯，他说那你们住在那是我们是宿舍来的嘛，哦，他就这样咯。后来到了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们说要不要上去坐会了，他就没有什么来的，都是上去的。
那个司机他就正好看到我们这里一眼，我们就几个人都看住他那个车，他就一下子刹住车了，就停住车。90年代，很多地区的色情场所都是用美发厅和发廊做幌子，提供色情服务。这六名女子才有机会以此为诱饵，引诱这些司机上当，让他们成了欲望的牺牲品。在遇害的17人之中，有10人是没经得住诱惑，因而丢掉了性命。案件的另一特点是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如同宰鸡一般。这伙人深知一旦留下活口，就容易被警察盯上，所以每次作案都是将司机活活勒死，再扔进水塘或者掩埋。他们的手段并不高明，甚至有人目睹了案发过程。可目击者往往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没有一人选择报警，犯罪分子因此更加猖狂。本身佢打你嗰阵时都仲有其他车经过啊？嗱，佢曾经放过我到的士后背嘅车尾噶啦嘛，放我吸向度，我自己拧开个盖，有大车跟尾，我都打一个盖，让个大车呼叫啦，跟嗰部大车跟我部车好耐嘅。应该嚟讲，佢到后背，我哋车到前面又有车灯照自驾，应该系知噶啦。有咩升到盖啊？你自己开到未盖？开到嘅，佢后背。有冇成身血啊？嗰阵时，应该知道噶啦，有咩理由冇知嘅啫？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疯狂作案19起，杀死17人，抢车18辆，其中大多是豪车，总价值高达600多万元。由于当年旧车市场管理不严，这些车被运到广东丰顺，更改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后，甚至能获得合法手续，进而销售到其他各省。这也是警方一直找不到受害者车辆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就是走私车，就收口这些走私车啊，很多，他收口了以后就运到外省去卖，转手卖掉。1995年12月15日上午，深圳市新安体育场举行宣判执行大会，20000多名群众冒雨到会，声势浩大。26岁的杀人抢劫团伙主犯张小健首先被押进会场，随后陈伟强、张初强、张小坡、陈强、陈景德、傅红雄、张小凤、陈子奔、邱德喜、谢秀云、文亚娜、刘高文以及傅立敏、刘余香和邱静辉等15名罪犯也被押上审判台接受终审宣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宣读了终审判决，其中傅立敏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罪行较轻的刘余香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销赃犯邱静辉有期徒刑3年，其余13人罪大恶极，全部被判处死刑。宣判结束后，13名死刑犯立即由武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